哎，你第一次会写 K， 你再写多一次好不好？哎呦，怎么你的笑容这么好看？来，再写多一次。哇，果然你会写你的 K 了。哦，我可以看，哇，很好。对。哦，不是那个的。没事，你再写写写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原来这个是你的 X 啊，有一个漫画，这是 I。哇，怎么会学到会放 spot 的呢？嗯、要放一个 pink spot。哦，老师，哦 pink spot 啊，老师这么辅导。还有。嗯哼。那个不是呀。哦，你想写什么？加油！你看，不是我的名字。哦，没事。那是谁的名字啊？你的同学。你看，是我的名字。哦，那个是、哦、是 Talia one name。哦 ，Talia， 对。我不知道 Talia。哦，对，有一个同学叫。哦，你不小心写到他的 T 是吧？我不写错的。嗯哼，还有，嗯、我要draw。好啊。他的 pink dress。可以哇。这是谁啊？哦，你给哈尼阿姨穿上粉红色的裙子是吗，妹妹？是吗，妹妹？哎呦，哈尼阿姨长头发。还有一个 rainbow。你最喜欢的彩虹。哦。还有她的名字。哈尼阿姨。我不知道他的名字。好，我先写给你啊，你要模仿写。这个太好了，你看，哦，妹妹会写。